大不离生二零一五年。啊，现在兵网，兵网站。对对对。哎，我在里面呢。好，在交流会开始之前，就先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在座的来宾。首先呢，就是美女平台工会会长于清河先生，平潭县华侨中学校。接触婚硕的成果，好，我们在双方来进行。Thank you.